哇哦，这些钱够我们吃一个月了。是啊是啊。谁让你们在这里表演节目的呀？有没有表演许可证啊？没有啊。那就是非法经营了，现在我要没收你们的全部收入。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。您别生气，我们是乡下来的，不懂事儿啊，这些钱您就拿去吧。还算懂事儿。为什么要把钱给他们？我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。有真和假两个回答，你想听哪个？都想听。假的原因是不想惹事儿，真的原因就是就是剧情需要啊，我也舍不得我们的钱呐。不正经营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库王哦。